在经历了梦想的挣扎之后呢，就会有一些转换的余地了，然后就会开始告诉自己，也许未来没有那么茫然，然后会有一些转换，好，所以就写了这一首歌。这首歌是其中有一句是大家都有听过的，是张雨生的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。你们会唱吗？那要不要唱一下？我待会会跟着音乐一起唱，然后希望大家有喜欢的我用弹的，好的，不要放。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。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。